立教乾坤儀，明鼎化其人，鼎氣其人入血氣。凶啊！古早屏东叫阿狗，高雄又名是打狗，白河古名是点仔口，清水叫做牛馬頭。你敢知影阿狗馬傳奇？这不只是只有一出戏，这是咱屏东的古早代志。屏东有出好地理，伫个遮麒麟子要诞生。得得到的人是有真大的福气，得不到的人煞起受气。得甲失只有两字，换来大喜甲大悲，一定爱看落去，保证是超级大好戏。火球呢？是吉还是凶啊？老爷，伊我。有良，你看是安怎？这个我嘛唔敢讲，啊，不过火球和尚就出来，应该唔是啥物歹吉兆。嗯，我看嘛是安尼。进来啦！进来！有料啊！你无代志啦吼？我无。阿爸，你咧？哦，我无代志，你放心。开门啊！有人进来无啦？要紧代志，要找你老爷啦，小通无事啦。阮府内底吼发生一款代志啦，你过去讲啊，快来啦。怕坏代志，我都等。闪啦！三娘西啊！这个对火球的人叫做三娘西，是轰动阿狗一名的大陆神啊。一粒火球落地，为感觉甲三娘西牵起了这个。老爷，三娘西讲要见你啦。
啊，三明仔，你找我有什么代志啊？江老爷，我不是要来找你，我是要找这个会长。俗语话在讲，福下无门，为人自招。火球立体，三娘赛入门，对尴尬究竟是福，或者是厄？老爷，快欢喜啊！哦，三娘赛啊，这到底是安怎？哪有这粒火球呢？当然要火力，你带我来。是贪龙啊！贪龙化麒麟，敢讲啊？三娘仔啊，到底是安怎？唐老爷，您看，这粒就是天顶降来火麒麟啊！火麒麟，嗯，这粒火麒麟。是麒麟子啦，麒麟入海，这个海就好亲像查某人的腹肚。照这个征兆来看，应该是麒麟在潜伏啦。江老爷，恭喜哦！麒麟入海底的第二暝，感觉这几日啊，应该是喜上加喜啦。那什么是喜上加喜啊？就是喜事连连呐、啊！江老爷，我敢断言呐、啊，不出一个月来。和尚一定有喜事啦！而且，这麒麟入火地一年来，风喜得过，这个囡仔八日啊，至少六牛重啦，是会当对应你三代富贵的贵子哦。啊！三娘婿啊，莫一直讲阮老爷啦，阮幼娘嘛应该爱成亲啊。是不是会当让这麒麟入火地抵唔着，啊，做一个好结条的人？三娘仔，安怎？江老爷甲夫人，也无安尼啦。江老爷，恁今仔日去到这个火麒麟，闹到规暗拢无困啦。明仔请江老爷来我住的所在，我再详详细细讲给老爷听啦。啊那好了，三娘仔，明仔我再去贵府拜访你。有良，你送三娘仔出去，第三十两银给三娘仔。好、哦，三娘仔，请。麒麟子，江少爷，我伫遮先甲你讲一声恭喜哦。恭喜我啥物？我看相看地理20多年啦，无人比我搁较准的啦。麒麟贵子一定是江少爷亲生囝。是我的亲生囝。嗯。莫讲李夫人的面相是无囝命啦，就算是有，伊嘛毋是得麒麟入火地第二枚的命啦。三娘仔，这是安怎讲？麒麟入火地，想要怀胎，上好是顺阳两路。什么是顺阳两路？就是秀良，名家带阳的查囡仔。秀良，名家带阳。那照你安尼讲，三娘仔，我二娘是不是袂用怀麒麟胎？不是袂用的，是无够格。张少爷，有一挂代志，当江老爷甲李夫人的面头前，我无方便讲。假使若是会用的，麻烦江少爷转达。恁若想要得到麒麟入火地的地脉，上好是趁早另外阁娶一个秀良的对象。哦，秀良的对象。
刚下牙，是安那哟？无，为什么？拿来我先报喜了，请。讲我无够格，好，我特别甲看什么人无够格。人讲无良的查某心肝矮，偏偏予伊听到讲人讲伊无够格。二夫人听甲是重心切，三娘婿无关后尾门点啊乱讲话，真正是要甲二夫人受得罪。张翠芳听甲是牙牙切齿，讲伊未生无囝就已经有够无欢喜，即马讲着要娶什么咧顺阳良女。啥人敢要来尴尬改变？迄就真正唔在世。有够格，无唔对。张老爷，人讲有囝有囝命，无囝是天注定。那照这李夫人的心情八字来看，是欠囝的，所以到时阵拢无生对无？对啊。张老爷，你本来是有两个后生的命呢，也唔过可惜，被拖累了。啊！你安尼讲是啥物意思啊？讲一句坦白的话啦，家属一年来，感觉若要占起恁迄个地位，上好。啊，上好是安怎？上好是江老爷，你家己来比较较好啦。啊？你的意思是？江老爷，人咧讲前门风水印三代，地脉是无共款的，这脉气是助力。尴尬的主人是你啊！想叫骂去，必须还是江老爷，安尼才会用个帮助你尴尬，也那无。哦，你的意思是叫我想叫骂去？也毋过，你讲李夫人无够格，这麒麟主是？我讲李夫人无够格，并无讲江老爷你无够格啦。江老爷可比是财神爷啦，这个李夫人哦，可比是一根草苗啦。一句话来讲，财神爷住草厝，叫做……你是讲失格？既然知影失格，江老爷，你考虑是要翻庙，还是起新厝啊？这……李夫人，翠凤，你哪来家？三娘婿，既然若安尼，你认为讲老爷应该爱翻厝，还是起新厝？这三娘婿，我张翠芳是一个识大体的人，应该安怎做才当对阮讲家好？你做你讲不要紧啊。既然李夫人哦，遐尔明理，那呢，我就直接讲啊。若是会当好起卖吼，有更加好的效果，就是做伙起新厝。做伙起新厝，这是啥物意思？我的意思是讲，我江老爷搁再娶一个细伢，同齐时阵，少爷嘛娶一个某，两代同喜。那呢，麒麟囝不管是出咧老爷身上，还是少爷，这个麒麟迄个地脉，绝对万无一失啦。娶三房，这三娘婿，你敢保证老爷甲少爷同时成亲，麒麟迄个黑气，敢真是万无一失？无唔对，我保证。好，既然你都安尼讲啊，我同意。明仔再开始，我就亲身为老爷甲少爷找对象，互因爸仔囝两个同时成亲。啊，唔过，啊，唔过安怎？卡叔尴尬，那是因为这摆娶亲有啥物失格差，到迄个时阵，三娘婿，李夫人，我就绝对无要撩下你，绝对无可能啦！你敢就抓？好，我就抓。我三娘婿，伫遮就抓。
那是你哦，刚到半点钟头，我甘愿自毁双目，三步一跪，五步一拜，去到李夫人的面头前，改悔失礼。好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紧啊！不会啦，哪有查某囡仔人家己去媒人婆家提亲，我才不会去。别乱想，我是要去拜托媒人婆，给你嫁老爸。拍摄拍摄，收到了收到了。人伫咧讲第一门风，第二做工。阿高城所有人拢知影，江万全是一个真固执的人，佫足爱面子。为着江万全的这个门风之见，幽良一定唔敢讲，伊有一个交往真侪年的这个女朋友陆玉。趁这个时阵，三娘婿的尴尬，娶一个顺阳的良女做新妇。幽良趁这个机会，要将陆玉娶入尴尬。幽良，你敢真正有法度，和恁阿爸解咱两个代志？是啊，拜托阿夫君。可以讲你是顺阳良女，安尼就好啊。顺阳良女，你爱我讲白贼哦？那好，你本来就上灵啊，我哪有叫你讲白贼？啊，不过我的背离，查甫人的背离，有当时是真的，有当时是假的啊。啊，半空一点啊，有啥物关系？袂用的啦，人自细汉到大汉，唔捌讲过白贼啊，到时阵一定会白空的啦。这个你就免烦恼啊，只要骗过阮阿爸，等拜堂了，伊想无别人嘛无法度。啊，不过，好啦，陆勇，就算我拜托你啦，只要你照我讲的话去做，就好啊。嗯？好啦，行，行。阿夫人。我刚要找你呢，找我？什么代志？哎呦，我找你要甲你恭喜啦！恭喜？你恭喜我啥？恭喜你啊！了咪要做老爸啊？做老爸？安怎讲？啊，着江老爷叫我甲你做媒人啊！讲啥物？恁家迄块地哦是麒麟的。哎呦，江少爷，看你这般的哦，那泥头草木泥尾哦，一定随时生。啊，了是了咪要做老爸啊？阿夫人，我若无用对。我阿爸是不是叫你替我找一个相龄八二代用的查某囡仔？是啊，啊你哪有知哈？啊你今嘛要去倒找？我跟你讲，你不要着急，这个就是。哎呦，安娜。哎呦，江少爷，你讲。你是咧甲阮耍笑死啦！迄江老爷吼叫我甲你选的新妇，第一个条件就是门当户对呢。啊，你讲伊，哎呦，袂用的，袂用的啦！你看，安尼门当户对无？哎，无咯，无咯。哎呦，江少爷，迄江老爷的脾气哦，夭寿哦，两三句话若无欢喜哦，就敢那牛嘞！哎，我唔敢讲，我唔敢讲，我看无透透。阿夫人，阮阿爸脾气无好是当然知，啊，不过伊是安怎听话，你嘛知啊。这嘛是我要娶，我若是无答应，你爸袂难买，兄弟啊。啊，不过只要你甲我斗相共，我明的是一包，暗的一包，乖，卡八包。好啦。啊无吼，我试看卖遐个啦。哎，啊，不过咱讲哦，先小人许君子哦，不管你甲伊个婚事有讲实嘛，无讲实吼，你看阿妹，你是唔通甲我减哦？君子一言。好好好，江少爷，有你这句话哦，你甲伊个婚事哦，都包在我身上啊。安尼就拜托啦。好啦，你放心啦。我进来，好。
我先来去啊。江少爷，顺行嘞，都来好消息啦。拢总是外地妞啊，哦，差不多50秒啦。刘夫人，安那遐大好哈？无喏，我拄只看的吼，都哈拄啊好。刘夫人啊，啊你拄啊都看到啊？嗯。哎呦，刘夫人啊，啊你是千万唔通误会呢。啊，拄海刚下了嘿，我是凊彩给答应的。啊，其实我吼，哎，你放心啦，我张翠芳唔是会挡人财路的人，借钱你做你收起来。李夫人啊，啊你做人介好呢，多谢你吼。啊，唔过，啊唔过啥？你要替我做一项代志。啊是啥物代志哈？甲阮老爷找一个我喜欢的三夫人。找三夫人？李夫人啊，我敢会听唔对啊？你讲要甲老爷找啥？找三夫人。哈？那是咧想啥哈？我洗目睭，慢慢哦，妈妈听讲，说伊叫你甲安全洗。哎，龙德，我陪啊，走，龙德，走，哎，你是无看我在行路啊？嘿，到底讲什么话？你目睭睁未，无看我车来哦。啊，路这么大条，你煞塞来要弄我？嗯，啊，你是无正经哦，你还讲路这大条，啊，你搁再来给我弄？啊，你这小查某啊！我小查某，你诶，你什么人？啊！你笑搞我啊！我插你啊！我插你！笑诶！你不要笑诶！你不要跟我笑！你敢没有笑啥无？嗨！啊！你真唔正，那受人呀哈！你敢没有笑啥无？你唔叫笑啥无？啊！拄着这笑侠，你袂精神啊，气死人哩啊！哎，阿富进嘛！哎呦，来啦，阿富进嘛！哎呦，阿富进嘛，来啦！我顶天吼，拜托你的代志。啊！你是甲安排了呐？啊，当时吼要安排，互我相对化，爱大爱大才同我讲呢。哎呀，我唔只会当哦，来去安尼半只分啊，怎么水水水安尼？好啦好啦，你着放手啦，小女唔着爱放手。哎呦，啊不会啦，啊我最近哦比较无闲啦，安尼啦，我连工吼一直甲你斗相，相一个互你较舒服吼。哎，懂了，啊，我这嘛袂用是啦，你今日啊甲我讲个清楚，袂使连讲，你爱甲我讲到错个啦，我若找着一定甲你讲个啦。这个姑娘啊，你是毋是叫阿富这嘛甲你找对象？是啊是啊，啊我吼在金无白无母通个做主啊，啊毋则只好家己找媒人啊。你有啥物条件？哦，原来你嘛是媒人婆啊吼，安尼我甲你讲嘛同款。我吼，单有三个条件尔，真简单。多三个。第一，一定爱是查甫人。啊，若是第二，一定是爱迄种安尼活跳跳的。啊，若是第三吼，一定是爱甲我笑眯眯的。这简单呐。真是的哦。对啦，你叫做什么名？我叫阿基啦。哦，阿基哦。我即马甲你讲一个亲情。你感觉安怎？好啊！只要吼照头仔讲的三条，免啦，那嫁出去就好啊。李夫人啊，你想要创啥哈？阿弟啊，哈，咱找一个所在豆豆啊讲哈。好啊。嗯，做好姐，哎，我不要我开窗，真要够钱啊，我要我睡觉。老媳妇，这么爱熬食，哎呦，什么人来带着伊哦？金山银山再慢慢叫我食倒。阿姨啊，嗯，我问你嘞，你今年几岁啊？姓啥？我今年18岁，姓梁啊。姓梁？嗯。啊，才多啊！李夫人，快点啊！我做食唔成功，你怎嫁李夫人啊？做食我做唔食。对啦，唔免客气啦。卡叔，你哪会当嫁入来尴尬？我包你一世人荣华富贵，三丁海里。哇！
你有讲唔对无啊？你阿囝叫你免讲教。你问啊，你是咪在跟我讲那些？尴尬的阿高声是有头有面的，这种代志哪会讲生笑？我阿妈去，搁娶个当代。娶某是娶贤惠，不是娶水的。亲像伊啦，体格好，搁会吃苦，一看就是福相快。所以我决定吼，要选你。想袂到啊，李慧啊，你搁真了有眼光哦，要叫我叫你免恁尴尬。而且吼，尴尬都要给你一百两做聘金。啥？一百两？我才刚喊你要断，连十年我妈妈看过，既然有人要出一百两给我做聘金，哎呦阿姊啊，你嫌要一百两收少是嘛？哎呦，这门亲事哦，你点灯啊火都无底吹哦，敢讲你无满意哦？满意，我真满意。为着一百两的聘金，我即马有时间来讲讲好囝。袂用个着急的啦，尴尬大家大业，要娶一门亲，我较安怎讲，三礼六聘拢得爱照行。啊，不过有一件代志，我都爱先甲你好明的。什么代志啊？二夫人到底是要甲因翁敬世伊，还是甲因情人囝敬某？是安怎见这个阿姊啊，唔八字阁遮粗鲁，水汤腰亲像大腹肚。若讲要配因翁，迄嘛真离谱；若要配因情人囝，迄阁较含糊。二夫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查某？看起来是真欠卡，唔知是要害后生，也是害阿爸。想法哪会遮偏差？人讲个人作业，个人担。祸害人的一面是三代镜，为着政权，更加为着要出一口气，嘴风用着，要来破坏江万全因爸囝的感情。阿基啊，配万全如玉计幽灵，在嘴风的安排之下，不明就里的江万全甲幽灵因两个爸囝，来隔着东西两栋的酒楼，小玉来偷看。夫人啊，安尼敢好哈、啊？你老爷一个坐伫咧东，啊少爷还来坐伫咧西，安尼，什么人要看什么人，免来知啦。哎呦，这你莫管啦，什么人要看什么人吼，我自然甲老爷讲个清楚啦。你只要照我话去做就好啊啦。你叫阿基吼塞车，叫如玉坐伫顶头。你问少爷讲，介意头还是介意尾？安尼哦。哈哈，安尼就简单啦，我是来去哦，够简单的啦。高少爷，到恁家来啊！高少爷，哎，两个姑娘啊吼，你是介意头前迄是尾啊迄个哈？哎呀，那两个姑娘啊，吼，你到底是介头前迄个位啊？迄个哈？当然是头前迄个啊。对啊。对啦。讲对啊。好啦。老爷，来啊来啊！老爷，一台独轮车。两位姑娘，一个做头，一个做尾，唔知影老爷大爷是头迄个，还是尾迄个？独轮车吼，车头一个做尾，车尾呢做头前。唔知影夫人你问的是车头车尾，还是前后啊？我问的是车头尾啦。我当然是介意迄个坐伫车尾。就是坐伫咧头前穿蓝色衫迄个姑娘啊。那呢好，老爷既然介意，我就马上照办。阿春啊，阿福啊，恁拢有听到吼？是。阿福啊，马上叫阿福即马去提亲，十天后过门娶亲。是夫人。廖翠凤的头一步已经成功了，不止幽灵甲江万全，
也阁有阿基甲卢玉，谁嘛摸袂清楚，谁要娶是谁，谁要嫁又阁是啥物人？唔知是江万全对卢玉一见钟情，或者是受了纪灵迄个影响，亲事讲好了后，尴尬就准备要迎亲。这个新娘衫足水个，这块布料嘛足水个，我做啥唔知我下嘞。老爷，哎呀，这不是要给你的啦。哦。翠红啊，哎，阿姑这门奈还未来啊？我已经叫人去叫啊，可能娘咪来啊啦。江老爷，江老爷，你好哩，你找我有什么代志哈？阿姑这嘛，你来就好啊。我跟你讲哈，这吼有两件衫，是我伫个长山叫师傅专工替三夫人做的。你就甲送去三群遐，啊，也阁有，遮吼、有一寡布料啦，哦，遮布料吼、你就甲送去予三夫人甲少奶奶遐，予因小天做几领较体面的衫，知无？这我知啦，好好好，我是来去哈，我来去啊哈，小等嘞，李夫人啊，啊，你阁有啥物代志要吩咐我？啊，好进啊，尴尬一向拢是轮回无轮回。媳妇甲细姨拢是共款尴尬的人，所以娘亲去一天吼，花轿啦、嫁妆啦、顶头，拢爱共款一模一样。干那这两出新娘衫无共款，即出是老爷配三夫人，即出是少爷配少奶奶。你千万不要会记，唔通摕唔到呢，知无？我知啦，李夫人啊，到我做媒人，等于三天两天啊，对无？因为你做工课也是忙啊，顶夫家，稳达达。这是少奶奶，这是三夫人的对不？我来去啊！少奶奶，三夫人，少奶奶，三夫人。少奶奶，三夫人嘞！少奶奶，三夫人嘞！唔通用掉的。腰受骨，我是吃三那巴肚疼。哎呦喂！腰受骨，万都疼死。这三夫人的，少奶奶，三夫人的，两件吊包新娘衫，吊开了卢玉甲阿基无同款的命。新亲的进前一天，阿基是欢喜甲困袂去，也卢玉是规暝烦恼甲天光。第二天透早，伊一上花轿，刚驾这个花轿，沿路顶沿路下，害到规暝无困的卢玉头晕目眩。规身骨是软到到，干嘛呀？恭喜哦，恭喜哦，恭喜相遇的人啊！请坐啦，请坐啦。新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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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爷说啊，快去到啊，快去到啊。哪呢？新娘在尾门，因住哪会发出这种怪声呢？这哦，其中一定有原因的啦。啊哈，这无原因，无原因，这拢无原因的啦。今日吼，就是因为火麒麟降临，刚刚在办喜事，啊，喜事入门吼，火麒麟当然嘛受铃声，这是好吉兆，是好吉兆啦。打破呀！
天地拜，礼拜各堂拜，夫妻对拜。哎，这袂使走的啦！哎呀，阿准备，安那，我无他二仔吼，是无分大小啦。你还交我只朋友，你无总管袂使走的。啊，你好点无？对对对对，你好走啦！今日大家今天爽快，好不？好。大少奶奶，你稍等一下哦，少爷连咪得入来啊。优良甲老爷吼，伫咧头前甲人敬酒啦，我先来陪你。对啦，拄只我看你一道桥的时阵，差一点仔都跌倒，是安怎？你坐桥头壳会醒醒？无要紧，我有传一杯烧茶要互你啉，等下吼你稍摕咧休困一下，优良明仔个礼拜哈，我捧互你啉哈。陪你休息一下哈。罗红难求难回避，书到头来不自由，人心难测。如玉做梦也想袂到，一杯茶，竟然成了伊的催命酒。心肝恶毒的翠凤，将心不甲碎意，在心不敌鬼不觉的情形之下来调包，翠凤的毒计，决心是要人到相加，不但将如玉迷昏倒了，为着以防万一，刚甲当上的主人房所有的这个通道，也去予翠凤一一来甲封锁起来。不知情的江万全，甲无辜的如玉，就安尼变成了夫妻。一场父兼主席的悲剧就安尼来发生了。如玉，如玉，哎呀，有人来啊！如玉。歹势啦，外口人一直咧招我饮酒，所以今次嘛才来台。是嘞吼，是嘞。奇怪，伊哪会叫我如玉？哦，我知呀，伊一定是饮酒醉呀。我给你献过哈。嘿，你什么人？为什么叫我如玉？哈，伊人呢？伫倒？我要哪会知？啊，我叫周阿姊啊啦。啊，为今开始，我就是你的某啊，翁的。啊，你今真疼人哦，来，我给你烫衫。哎哎哎！我娶新娘明明是女的，为什么变是你？你甲我讲较清楚，若无，我就送你去家门。喂喂喂喂！啊，你这人怎这么烦啊？明明是恁二娘，啊，唔怪我嫁予你呢。已经拜堂啊！你才讲我不是你的某，
我跟你讲哦，你今日若无给我一个交代吼，我今日绝对要放你出去。等下，等下，你讲是阮二娘安排的，安尼都唔对啊，安尼都唔对啊，女友，女友，女友。喂喂，阿你为哪会跟我讲清楚的？本来在阿爸那家，喂，等我来啦。阿爸，阿爸，阿爸。话一直休，一直想要去甲如玉救，也毋过这个时阵已经是木已成舟，唔知这个场面是要安怎收场？为什么张翠芳一定安尼做？要让伊造成父占子妻，互囝来恨老爸？啊，这实在是愈看愈火！开门啊，阿爸，紧开门啊，阿爸！阿爸，你哪来对陆游？陆游，你是在做啥？你这个天仙，你进过来啦！阿爸，你哪会生在对伊？放手啦！你是在开笑是？啊？你敢知影？今仔日是啥物日子啊？三更半暝，你走来这是在闹啥物啊？阿爸，陆游是我的母，是你的媳妇嘞。你哪会生咁样呢？点名玉，你的母，我跟你讲，我娶的是伊，伊是恁三娘，伊过来，伊是你的母。不是啦，陆游是我的母，伊才是你的啦。你胡白讲，胡白讲，阿华，给我豁出去。拖出去！哎呦，少爷，行了出来，妈的，妈的啦！哎呦，阿爸，你敢有爱我？喂，江玉玲啊，你敢刁民哦？你是用红英四桥把我带入门的嘞？咱两卖用拜堂啊！你即摆还讲我有是你的某，无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胡白讲啊！你本来就不是我的某，我的某是陆游，是甲我相爱另外的陆游啦。少爷啊，你和这老官家把你想啦！哎呦，别再讲了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恁遐多人伫遮，玉龙，是发生什么代志是？陆游，你和我阿爸糟蹋了。陆游，你听我讲，无这代志。从头到尾，我要娶的人就是你，我无糟蹋你啊！啊，陆游，你莫听伊胡白讲，伊是调工的。陆游，你这个逆子，啊，我饲你二十五年呢，啊，你所有一切拢是我给你的，啊，我想怎么跟你抢媳妇啊？安尼你讲，为什么陆游一直对你这？你讲啊！无啥通好讲啦。阿父即马讲亲情，对小看到嫁娶，我自头到尾要娶的人就是伊，伊是我的某，伊是恁三娘啦，知无？陆游，陆游，
我跟你讲哦，你不应该无大无小，啊！假使讲你若国家叫你三娘的名，我就你要安怎？你要安怎？你为着一个查某，你敢打恁老爸？好，我打你死！又又是我的啊，幽良啊，不管过去是安怎，如今青米已经煮熟饭啊，你也认为讲你是江家的子孙，你就爱死心。自今嘛开始，你就爱改嘴叫伊三娘。我不爱，我不爱。哥哥，我就是要你看。哎，陆强，不用安尼，不用安尼，有啥物代志，一定会当解决。若无，咱就走，去无人识识咱个所在，重新开始好无？无路用的，幽灵，咱抹袂过别人的目睭，咱抹袂过家己的良心。幽灵，即摆唯一的办法。就是你又不用这样了，你又幽灵，咱今生无的希望，后世人咱会用再做伙。你差一点嘛害死陆玉啊！点起，你听好，从今仔日开始，伊都是恁三娘。你若讲我听着，你叫伊入宫，我对伊无客气。为什么？连我是一家之主，阿好，把少爷拖转去，唔准你搁出来。老爷，拖转去啦！少爷，你敢放过啊？少爷，爷，快来啦！这是少爷，放过。玉啊，从即马开始，我改嘴叫你三妹。三妹，做人唔通伤计较啦，是天敖唔是人敖啦。你想起错过老爷做细姨，无定着，这就是你的命。错都已经错啊，死嘛袂当解决问题。咱查某人是菜鸡命啦。这杯菜籽，若甲野咧远的发出来是菜，野咧山的发出来嘛是菜，总袂讲野咧远的发出来是菜，野咧山的发出来是草啊。所以讲吼，今日是你好运啦，你这杯菜籽压到的是一块肥地呢。你无听人伫咧讲，咱查某人一世人都爱嫁着好翁，才会无烦无恼，食好做勤苦，世间哪有比这搁较好？既然也是安尼。不如将错就错，用欢喜心来看待这件代志。
错嫁老爷，有良错娶阿姬。你若死，有良也跟你去死。啊，到时你叫阿姬是要安怎嘞？三妹啊，就算讲阿姊求你啦，求你救尴尬，唔通让尴尬为着你两家散体好无？子娇，我未逼你一定要嫁我。也毋过，通阿高城的人拢知影，你是我江万全，红顶四桥正式娶入门的家后呢。为着阮江家的名声，我只好自私要求你留在陪我，好无？三妹，你无为着江家，嘛爱替优良想，你敢忍心看优良去死？好，我答应你。啊，不过你嘛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讲。把我的新房当作是我进修的所在，一天除了一顿水饭以外，我不准任何人交流，包括你。江老爷，好，我答应你。喂，啊，你头伊，啊，我嘞。阿春，老爷，有少林登去房间。是。阿吉姑娘，算讲阮江家对不起你，家在。你甲优良还袂同房，我吼补贴你500两银，你去外乡，另外阁成家立业，安尼你甲优良的婚事就一笔勾销，好不好？五百两？500两也无够，无给你1000两啦，好不好？哈，一千两啊！翠凤的头领转。一箭双雕，因人选不如天选，三娘婿的话已经应验，在黑麒麟的媒体作用之下，如玉已经有心，江家顶顶下下人，大家拢是足欢喜。情人变母子，如玉想起了伊甲优良，以母子相称，伊的心肝亲像是倒伫咧挂，站伫咧危险尔艰苦，也讲优良，在这款情形之下。有甚么人会当了解伊内心的痛苦？伊昔日的爱来变成阿爸的母，伊要哪有甚么办法？伊只有借酒消愁。请你叫我三娘。陆游，陆游，你莫走。陆游，你听我讲一句就好，好无？陆游，我知影你即马有阿爸的骨肉，我不应该阁想你。我嘛想甲你忘袂记，但是我做袂到。陆游，我真正做袂到。你敢知影？我家己一个人想三暝三日，最后才知影，我若要甲你放袂记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死。优良，你想要从啥？优良，除了死，我无法度甲你放袂记啦。优良，你袂用安尼做。你都不是我的三娘，我也不是你的囝，只要是
咱就会使永远做伙啊。叔叔，我要先走。我要去地府等你，我要先去地府等你。我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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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伙去死哦！干嘛跟你做一对阴间的男的？无要活在世间受苦，咱做伙去死好无？我跟你去死，就算我死去阴曹地府嘛好，还是落十八层地啦。我拢唔惊，我拢要跟你做伙，咱永永远远，生生世世都莫分开。周娘娘，弟子江有良，本如玉，既在金心无缘，但是爱情难舍，世上难逃。今日弟子甲三娘，甘愿自了斩身，望妈祖娘娘保庇，好弟子，来生再结连理。是为尴尬带来福，或者是恶。情人来变母囝，达官新妇做翁仔某。张翠芳移花接木的毒，虽然让江万全甲江有良因爸囝来反目成仇，也唔过时也命也运也。张翠芳敢真正会当渡去渡桥，可以稳如泰山，地点在尴尬的大位。麒麟入黑地，又搁为什么点在阿狗？引起一场爹人兄做老爸、母子乱伦的滔天大祸。古早俗语，古早款，古台湾传新台湾，庙口文化不可断。今嘛俗语爱流传，今仔日俗语要写啥？阿祖来讲给你听。张炳煌老师教恁写，今嘛俗语转世界，天。地
林建五段新。各位师长，今晚听的好朋友，咱今仔日这句俗语是讲天地圆淋淋，建五段新。想到吧？你有五过无？我有五过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咱古早吼咧讲这句俗语，应该是讲啊。因为较早吼，咱若独身啊，就是无钱通娶某嘛，啊无钱通娶某，就是较散食嘛。啊，因为较散，啊，搁无一个某吼通去煮好食，啊，过去就无食。迄只是有人咧讲，古早迄罗汉脚啊，拢断身啊，所以伊会较去受着饥饿啦吼。也毋过，若即卖人就无共款啊。即卖人讲要饿着的即个机会较少啦吼。你讲咱初一食到初五，大家嘛拢涨到讲啊，明仔载开始减肥啦。不过饿断身咧，就是亲像我，啊是讲亲像你，你著一个人嘛。啊，毋是讲无通好食，你会觉得懒嘛？一个人要去变一个主的咧吼，啊，搁起一下火咧，啊，搁切这切那，啊，搁退兵咧，觉得很晦气啦，就干脆不煮啦。啊！你想要出去，哎呀，佮化一个妆，洗一个头，穿一个衫，嘛佮足晦气，佮无出去。啊，因此啊，你会感觉讲，啊，无凊彩啦，冰箱看有啥物，啉一杯果汁啦，啊是讲喝杯牛奶啦，啊是讲归去啦，水果食食算了。所以这种担心哦，毋是饿啦，这个是一种享受寂寞嘛，啊，会用讲是减肥啦。啊，若讲古早的担心哦，就是讲真正较可怜啦。担心就是讲一个人落汗卡，也是咧形容一个乞食，也是咧形容一个已经连某都无法度娶的人。即阵啊的饿吼，我看是较少啦哈。不过在台湾的公司也非常的富裕啦。啊，新年头旧年尾咧咧讲这饿的代志吼，所以阿祖今仔日嘛。爱心伫咧遮吼，虽然是讲初五啊，咱伫要过年啊吼，啊即个假嘛伫要过啊，啊主要是伫咧遮吼，求一个即、這个最后的甲大家讲恭喜恭喜吼，啊咱吼恭祝咱的国家大进步，啊咱跩事业的拢有头路，啊咱跩四中换贴的拢有好前途。啊，搁有我着遮小朋友吼，啊，遮较少年的遮囡仔吼，今仔日已经初五啊，咱的假差不多结束啊，心爱收顿啊，赶紧吼，个人回到个人的岗位，好好的在拼今年哦，总统都在拼经济了，所以我们要跟这个国家一起拼，希望我们新年头、旧年尾，今年大家拢赚家伙，安尼好无？好康的好康的，啊，做即马继续吼，就是要来抽奖哦，来来来。这是吼，啊，咱在四中个寄来吼，这拢总是要啊，这个训练官呐吼，训练官的伫遮，啊，阿祖怎安尼用安尼杠上开挖抽一张吼，哎，哇，这是要训练官的吼，这是咱台南市啦，才拄好啦吼，台南市万里路，啊，这是。嗯，秀我哈，啊，即马这是要考中府，咱过来，花莲县秀峰乡，啊，你煞无写名嘞，啊，你抽到啊啦，啊，你若是无了解吼，啊，你则敲电话来问啦吼，咱即马开始过来要这是迄落法主公的哈，法主公的，咱来给大家，哎呀，啊哈哈，我足笨蛋的嘞，拢叫，这法主公的吼，这是伫倒位哈，这是伫。太平应该是台中吧？太平市永丰路邱华宽，即马开始过来，要一张，这是应该是要韩志耀的哈，韩志耀。哎呦，你唔通互我摕无着嘿！板桥市中孝路张维珍。各位视听甲万听的好朋友，这是阮遮尼久以来啊第一摆来到遮尼远的这个啊屏东，当然爱感谢一的赞助单位。首先要感谢当然是咱屏东自洪宫管理委员会所有委员，也要感谢吼咱的屏东馆长因翁阿婆，哎呦盖赞呢！咱这个屏东馆长哦，不但是万能的推销员哦，会用啊甲所有屏东吼好食的啦、好耍的啦吼，拢推荐予咱所有全省的好朋友。现在哦，甚至哦，会当哦，将咱屏东阿狗妈团结这个妈祖文化也推广出来。啊，咱
今年吼有做一个这个妈祖文化节，办啊超闹热的呢。咱这个馆长哦实在有够牛的啊，不但是馆长牛，咱馆长某搁较赞。你看，这届演女主角呢，这个阿高妈就是咱屏东的馆长夫人来演的，伊果然办那个阿妈祖起来安尼。很慈祥呢，尤其哦，这个馆长夫人是我哦八个馆长夫人当中真正笑声上好的，看到就足成功啊！迄个敢那阮小妹啊嘞，迄个就敢那阮隔壁欧巴桑因查某囝嘞，她真的是和蔼可亲嘞，光看她的笑容就很高兴哈、哦。这是咱的馆长夫人翁杏珠。翁杏珠不讲唔对吼，伊嘛叫阿珠呢，因为伊伫恒春生的吼，所以伊妈妈改号啊做翁杏珠。这个杏珠啊吼，实在吼，看了真得人疼。感谢吼，馆长、馆长夫人吼，恁这一摆的帮忙哦。当然嘛要感谢咱的主任委员郭天才，还有总干事是咱的陈政府吼，感谢恁的帮忙。这届吼，事实要帮忙的人实在足多啊。这一定爱介绍的，这是咱那无因哦，阮这出戏哦，真正三无来场嘞，唔知道要安怎完成，因为临时演员拢无啦。所以说，这爱感谢咱哦啊，屏东县政府吼啊，甲阮协助的，这是咱屏东恒春义勇消防队中队长啊王荣长，也佫有是。恒春中队、恒春分队、满洲分队、车城分队，也阁有咱屏东恒春义消分队长，咱的陈建南，非常的感谢。即届拢是咱遮拍火兄弟，求恁甲阮帮忙哦。阿祖伫个遮代表名词，搁再一摆深深甲恁谢谢，谢谢。恁的精神实在有够好，即届哦，阮所有吼，应该讲。临时演员拢讲的啦，为甚物拢是迄个义勇队出来帮忙的吼？所以非常的感谢，若无你即出戏拍很辛苦很辛苦的，因为来到屏东，阮一逝路对台北，若要讲调临时演员来到屏东，我看来到遮，大家拢会花旗啊，拢免拍，非常的感谢。当然要感谢吼，啊，佫有真侪人咱来分集来感谢吼。上个感谢也是即个马尔地夫的董事长哦。张龙兰哦，你实在对我嘛真好，不但是讲哦，这个旅馆遐尼赞哦，啊，甲阮提供就收一个清洁费，甚至哦，安尼甲阮泡茶嘛拢真亲切嘞，也搁有今仔日，造型好不好看呢？换人了啦，今天这个造型师哦是第一次跟我这个合作的呢，这也感谢咱哦，台南咱的。华纳影城吼、哦、啊，为我的打扮，今天的造型是舒婷。当然，也真感谢咱的总经理吼、哦、王金莲，感谢你的帮忙。今天呢、哦，我们的摄影师说啊，做这个头梳的这样扁扁脸会很大哦，会像个那个大脸，不晓得好不好看呢、哦？不好看没有关系啦，因为阿朱讲话要紧嘛。你看的是阿朱讲话，当然不是看我的美不美嘛哈。今天是新年头过年尾，所以阿朱哦穿梳红红的哦，代表讲大家看了这出戏拢好运啦。你甲我明明年哦，大家今年大家拢会运气连连啦哈，祝福大家哈、哦、一切顺心如意。唔通袂记哩哦，假使你若有故事啦，或者拄只咱得奖的人哦，你若无了解，你用个卡电话来哦。咱电话是254-66760台北，爱加空二哦。提醒咱做四中兼外贴的好朋友，假使你若要写批吼，来哦阿朱啦，或者有啥物疑问，想要来到这个台湾机缘做一个联系，你用个卡写批来台北邮政826-69号。这阿祖就收会到，各位师长、姐妹、听的好朋友，一集比一集较好看哦，唔通袂记哩。下一集的台湾剧，赞，等你。